80年代。你看看，高叶那组，高叶那组，一不小心哪儿你就能看到这种油脂的结晶，给到你这个惊喜。闻了味道才知道它得有多美。这个就是平常，我觉得啊，把这儿、把这儿、这儿、这儿，边角，周边对，吃了品它，了、品了吃它，了或者是对，闻了，对，最精华的部分收藏起来。纳瑞，可6克不的重吗？量。还在这个年里。现在1000还不到呢，我天呐，1000多一点，6.03克，你还得刨去佣金呢。天呐，大家这样的应该出价速度快一些啊，这种老香。关键是它这个香一直是在国内的啊，味道极其清雅优秀。80年代的老紫漆。哎呀，将来这种野生香绝了，咋办吧？还有水电煤，这个就忽略不计了。哎呀，这个500出价，一口，500出价，一克才不到100块钱，80块钱。我容易吗？我还得自己给自己刷礼物。大家也给我们刷刷礼物啊，有时间，出价的就不用刷了。您还等着压秒呢。对，别一会儿给我刷了礼物，然后把压丢了。感谢6975。感谢您的支持，6.75，真心感谢。呀，感谢9000的招财猫。感谢，哎感呀，谢出我价的朋友们。对，行了，你们刷了之后赶紧出价吧。给 出这价个价吧。格太低了，主要是六克多，现在才1000的克价，1000多点点。谢谢3356爆米花，哎呀，7000的点赞，大家那个别刷了，出价吧，一会儿刷丢了。感谢，我突然间我觉得看到大家这么支持，我又有精神了。刷了个礼物就可以了。哎呀，这种支持那是多大的力量啊！感谢大家的出价，80年代的老琼脂，老紫漆男，哎呀，这个价格要你们真的是出价速度快一点点，泡酒吧。真的把边上吃的收藏起来，中间那一块儿，那一说家里边有那么一块像的传承也可以了，挂着用呗。给孩子慢慢多攒点儿。能攒这种香，能攒够10块2块的，那天，在昨天，我们就是有香友来，就是不是我听到他在讲他跟沉香的这种故事，我当时就说，我说听到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？不是做香的，就是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在聊沉香。哎呀，那个沉香两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我都觉得特别的美好，都别说是奇楠了。就大家聊聊沉香，觉得哎呀，我都觉得说这个沉香两个字，就会异常的觉得很美好。现在是5折粉的价格啊！我天呐，5折粉的价格，现在才多少钱呢？两才千一不千到多呢，一一千克，多一克。加油。它的唯一的就是稍微的，就是厚实度，但是因为它其实整个很完整，我天呐，加油！那么大声啊！没事，烧坏了，就商量商量，这换一种个吧。香不在于它怎么样。就是碎了，也是它有它的价值存在的。哼哼。感谢出价的朋友们，刚刚16克多的重量，1500的克价，5折粉的价紫格不漆到，呀，海南紫漆呀，80年代的老香。所以就真的是现在，真的是从去年一年，我觉得做香其实很多都是一个缘分。去大年家一加年油的啊！疫情，对吧？我觉得也是我们拍卖，就是网上拍卖，基本上一个整个过程，所以也真的感谢黑是鸭贡苗，献了自己的多一喝点一力瓶。量给大家。
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大家是真的是更多的人了解了香的一个妙用，对，尤其是小农庄。并且把这种妙用呢，就是有时候呢会这个跟身边的朋友去普及去分享。去分享，其实都是我觉得这些都是积德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因为沉香是众香之首。因为沉香和奇楠的好，不仅仅在于它的味道、它的气韵，重要的是它的品压秒的提级。前压，不要感谢2702压秒成功，重要的是感它谢自幺三己六三。本身的内含物质，对吧？对我们身体的直接的影响。紫棋入我们的心经，心经其实忘了，就是会好好的化我们的胃土，化我们的脾土。6克啊，大家要算算这个总现重。在终于上2000了，不容易啊！不啊，2000一克，对，不容易。海南的紫棋上2000，我们都觉得不你容粉易。还3000多4000是的，啊，是啊，所以大家真的是加油。老的老紫棋，80、90年代的香真的是，香是历久而弥香的。越是陈化的越久越好，都是我们的细软。我觉得，其实每个人都要有留一块香在自己身上。其实这种级别的老乡，其实每个人手里边收个几块，这一生就够了，下一代人也差不多可以用了。你小心那个线香，我放心。这种香真的是不要错过啊！我在日本免费请朋友喝奇楠普洱茶，是的。小龙哥那儿的备货绝对足，大家加油，真希的。望疫情赶紧结束，我们好去日本给您送货啊！因为在我们这儿已经存了，好像得说今天还说呢，李姐说得需要换个大箱子了。一大箱子了，大家加油，不到压秒时间的。喝奇楠抹茶。哎呀，这样的老这乡，个有点就是浅入土，所以大家你看它整体的这种色泽你正背面都是老的掉牙，对，老掉牙这一块儿，美好的紫棋，这种老乡，你其实就是刮着自己喝，吃用，对。品香也可以，其真的是。实我们回头还这真是要好好的多研究一点儿，我们平常的用的，好玩儿。等我们的空间做出来，大家经常来喝茶，来品香。来喝各种，因为沉香，你用多少都不会有伤害的呀。抹奇楠茶，现在2000的客价啊，2000多一点点，价格还很低很低，不是很低，是很低很低。因为那个南北朝时期最早的那个合香方，他就提到了沉香，他说舍本多剂，过分避害，沉湿易合，迎金无伤。就是沉香，你用多少都不会有伤害；麝香呢，你用多了会有伤害；沉香用多少都不会有伤害。所以咱就大胆的使用，没问题。它温中而不助火，行气而不伤气啊，这些都是它的这个真的是，就是中医上的一个用处。大家加油！它主要是有药效在，尤其是咱们国产的海南香。道地的药材，对。这个2月2，我们工作室同时会开直播，跟大家一起来泡五色奇楠酒啊！到时候要泡奇楠酒的香友们一起，2月2之前呢，提前1个礼拜好像是有一场闪电拍，那会儿多拍一些泡酒的料，小就料。是货有点难卖，你是说香吗？其实现在价格是都不高，上不去，但是因为跟大环境啊都有关系。现在是沉香市场以来，我们从05年开始接触香，最低迷到的，现在是最最低迷的时候。最低迷的，所以也是收获的好时候嘛。就是也是真是收香的好时候，因为现在去产区收香是很难收到的。其实今天有一个，就是昨天吧，昨天我收到了一块香，几百克，是一个藏家发过来的，当时看到那个香的样子很开心，我喜欢死了。哎呀，我说这太有一眼了，我说当时说发过来特别好。
结果我一上炉子，哎呀，我心疼得够呛。就是被中东的香水味儿给影响了，那就就是是，对的呀，这就是助睡眠嘛。中东的香水味儿就是太浓了，就是闻了之后直哎直头疼，所以有时候但我心疼那块香啊，安落了，我天落哪，了，那么快！所以有时候大家要将香啊要好好的保存，好好的保存。恭喜幺恭喜三幺六三六三，三，价格很低啊！也感谢幺三出六价三，的感朋谢友您的们，支持，谢谢二七零都七，感谢大家的感支谢六持。九七五，谁感拿到谢呢？也都是各自的缘分。02。